美国职篮 NBA 金州勇士队球星科瑞，美国时间14日客场出战尼克队的比赛，首节就砍进两颗三分球，使他职业生涯三分球数累积2974颗，超越原纪录保持人艾伦，成为 NBA 史上的三分球之王。科瑞这场比赛最后飙进5记三分球，拿下全队最高22分，率领勇士以105-96击败尼克，生涯三分球推进至2977颗。包括前 NBA 射手艾伦、米勒都在现场目睹历史性的一刻。科瑞也在破纪录后与父亲相拥庆祝。33岁科瑞生涯13个球季，6度拿下单季投进最多三分球球员的头衔，包括2012到2017年5连霸。其中2015-16球季更是以402颗三分球创下空前纪录。目前 NBA 单季最多三分球排行前10名，科瑞就包办5席。球季才进行约1/3，科瑞只要保持健康，本季完成生涯3000颗三分球的里程碑应该不是问题。人间福报张哲颖综合外电报道。